快把这些毛孩子送去上学吧。乐乐就喊主任，你叫啥？你大清早叫什么叫？好我豌豆不是有吃的吗？又没得了没？啊？你一天吃那么多，我们啥子家庭你不晓得吗？哪个养得起你？还会自己逛超市。那再不许捣乱了啊！哎，你走前面好吗？你自己选。哎，不可以。这要不要？这个不要了啊！啊、嗯，这要不要？那我们可以走了吧？这一下猝不及防啊！这怕不是成精了吧？吓唬主人都是常有的事儿。能不能别吓人捣怪呢？吓不吓人吧？你说说，好像你真看着了似的。哎呦我的妈！真的要把你送人了？要鱼就要鱼，咋还委屈上了呢？连小猫都要学外语了。像极了两个孩子在吵架。精准拿捏自己的名字。什么名字啊？惹急了就开口说话，就不信了，你急了赶紧开口说话，求我不成？哼！哎呦我的妈！语言组织能力超强。拜拜爸爸。哎呀，你是个狗吗？你干啥？你饿了？你饿什么饿呀？你不能饿。赶紧送孩子去清华。宝贝，爸爸的老婆叫什么呀？那你的老婆叫什么呀？公猫不可以，那碰见喜欢的小母猫要说你爱不爱老婆，那有人欺负老婆你要说耶、yeah, 你说我说 girl， 你说我 girl。